哟，哎呀，这小屁股撅的，打招呼打得这么有特点，灿灿，你瞅你爸在里面，哟，还和爸爸还见一个，灿灿蹭爸爸呢，爸爸本来，哟去，这我见证奇迹呢吗？胖虎打好看，完了顶顶出手打胖虎，这为姥姥报仇雪恨呢。胖虎刚和菊宝动完手，胖虎一把年纪了啊，不要屡次三番的和他们斗法。对，看来顶顶是懂亲情的。不是，你瞅大帅刚才看胖虎，往后退了2步，他被胖虎的眼神就给吓到了，然后。胖虎看了一眼李宝，他又害怕的往后退了，一个怕一个。昏君他就是百搭的，他能打能见。咋了，菊宝？英俊是二哈，李宝是三哈，菊宝是2.5哈，都是我们家比较有特点的猫。顶顶这也是。我很少见他这么突然就出手打胖虎，一般他都蹭别的猫，不管谁呀都喜欢蹭。没成想这回是直接出手打胖虎厉害！了，我又把这个带来了，要操练一会儿吗？来，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太亮了？所以你们觉得看这个光不是很友好？第二个屋来，一排大蘑菇，酸菜最喜欢玩儿。完了还有灿灿呀，看看，我直接，哎呦我去，吓我一跳。其实哪个图案虽然看着很好看，这个李宝真是天天老是欺负大帅，大帅完了傻乎乎的。胖虎也过来了，等一会儿啊，我给这个激光头直接卸掉，不要这么多的画的图案。来，先生们、女士们，看看，来，白富美，哎呀，酸富美，酸菜，啊！哎呦，像扣篮似的，哎，开始，哎。酸菜，哎，来吧，灿灿和酸菜，金童玉女儿，胖虎，不能忽略了这个老一代，老一代他也喜欢这个逗猫棒儿，不是，这不叫逗猫棒儿，这个你说他逗猫棒儿，他也算吧，算一种。正经名的叫激光笔，胡彦俊呐，胡彦俊这个不要脸的又在那欺负陆毅呢，你这，我是来那什么，来轰胡彦俊的，胡彦俊在欺负陆毅，陆毅玩吗？陆毅，没，对。哎呦，胖虎，胖虎也跟出来了，这一大把年纪，跟我出来了。陆毅是你吼的吗？谁吼的？那是胖虎，他你俩没有亲属关系，吼吧。哎呀，陆毅一上楼就不开心，但他偶尔时不时还要上来。哎呦我去！这胖虎这大玻璃蹭的呀，酸菜和灿灿最喜欢玩。顶顶怎么样？顶顶，偶像也能玩。稍等一会儿啊！哎，你瞅胖虎这个手多欠。那稍等一会儿，苗妹可能要进来玩嘞，我把它弄进来。等我啊，马上回来。